我们应该负的责任。对，那在京师幕后无更一次子这边，后学会想要分享的是考期一切这边，这个考期一切，我们只要是在修行的，只要是修行的，他们在一生当中一定会面临了很多的磨难，这是考试，因为他们真的用心在修行。那这个考试他们一定会遇到，而这些考试呢，它是存在在我们的业力的，它是因为我们业力，因为因缘而发生在我们。